What is this? 小时候，冒险就像是看到狮子、恐龙，庞然大物。后来，一个人去海外，学会与陌生人相处。成长的路上，冒险是好奇心和新鲜感，是少年承载的武侠梦，是染一头白发，是别人不会的物种。现在的我，更喜欢戴上一个适合心情的头盔，在速度与激情中享受未知，加速成长。走吧，我们冒险去。